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，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近女倒好。即原来这个不是你选择，不是你创造的，甚至连个环境和需要都不是你创造的，是神创造，而在一个过程当中是为了，记住，为了考验你，所以神创造人类里面男同女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，即是如果是太过亲近太过亲热的话，很多时就算是同一个家庭当中都会有机会乱伦的。所以呢，其实是怎样呢？所以为什么保罗他直讲到这件事呢？他直接一讲讲到男不近女都好，下一句就讲为了不淫乱你们有婚姻。就是这样解，你明白吗？他就是讲紧淫乱，跟着下一句。你知不知道？不是保罗他自己思想不正常，他的思想是绝对正常，并且他清楚按着神的教导底下去讲的。你知不知道？咁所以变咗，而家你就明白啦。咁点解我对我仔讲嘅话，子欣，其实男同女系唔可以做好朋友嘅，其实系唔可以嘅。当你做朋友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咧，就算你结咗婚啦，你最好嘅嗰一个啊，女仔嘅朋友或者女士嘅朋友咧，好多时最咩会系你婚外情嘅对象，即是无论你是怎样讲，不是好倾得埋，不是他真的好男人婆，不是他的样子真的好像恐龙妹那样，即是侏罗纪出来的。我想告诉你，是神创造的，不是我咬出来的，你明白吗？神自己是有意创造，因为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他要这样做是为了，记住，为了考验你这个被授予的生命。记住，你的生命被授予，你的成长被授予，你的身体都被授予。而在个过程当中，你又不能够由基本到好像我咁样，由基本里面就去选择咗呢，信仰是最重要的。就算真係要结婚嘅话，我都一定唔会即係婚外情，一定唔会婚前性行为。即係呢一啲，你如果唔作出呢个选择，你唔为信仰会作出呢个选择，你俾呢啲考起嘅话呢，咁其实最可悲系咩？最可悲你甚至失去咗啲乜你都唔知。你失去咗神俾你嘅祝福你都唔知。有多甚至呢，到你死了之后呢，你因为这样而落地狱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你一定要死了之后才知道，你明白吗？但就是因为这几十年里面，我自己看到我的婚姻，我的成长，我亦因为这样选择而看到神给我的带领和祝福，然后亦看到我身边有很多人不是这样选择，而他变成怎样呢？有些我讲的是，我不是讲一个半个或者在一个班级里面，我是讲我曾经翻过一个超过1000人的这个真道教会，我亲眼见到他们的婚姻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因为这样而作出选择。OK， 好了，现在我讲回了，就又回到这个最根基这句说话，因为就是这句说话我们都有排解，是不是？所以变成为什么每花时间讲很多，我们讲最基本，最基本你一定要 acknowledge， 一定要了解和认同呢，就是我现在讲这个根基。因为这个根基呢，其实不是保罗实牙实齿讲，他讲的重心刻、重心入，他直接说，总之你不要说不接触女嘅，佢直情系话直情冇结婚添啊！佢讲紧吓，但系为咗你唔会犯奸淫，你结婚啦咁噶嘛，系咪？呢个系保罗自己讲噶嘛，所以变咗我而家讲一个更加简单，我教得到俾我自己嘅仔嘅一个原则，我就话俾佢听，其实咧男同女其实系唔可以做朋友嘅，因为点解？因为男不近女倒好呢一句说话咯，系咪啊？咁所以我带出呢一点咧，就系话其实男同女系唔可以做，即系做唔到朋友嘅，其实。因为原来是神设计的，不是我们想，所以就因为很多人在这件事不清不楚呢，就会导致到他出事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顺便看个证据了。当然如果我讲的证据的话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几多女人去勾引男人，是不是？即几多男人去根本有婚外情，都其实是由友谊开始的，很多时候。而并且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亲眼见过很多，不要讲婚外情了，好多我哋讲嘅爱情，荷里活已经用上千上百种嘅方式去拍过几多戏俾你睇见。男近住一个女嘅时候咧，一齐经历一啲遭遇、一啲嘅际遇，甚至系嗰个只系一个男主角嘅秘书，系咪？或者甚至佢嘅保姆吓，又或者甚至系佢嘅一路成长嘅一个嘅朋友，咁最尾都变咗结婚，系咪？你见唔见啊？这个直情唔使我嚟解释啦，系咪？即系如果呢个都仲要解释嘅话，你即系你否定晒你睇过每一套荷里活所拍出嚟嘅爱情戏噶啦，系咪先？系嘛？所以爱情戏都话俾你听，其实佢哋由朋友开始嘅，好多时系咪？甚至有时系叫做冤家添，好多时系咪？一见到面啊闹交嗰种嘅吓，
但系问题个性格又好臭味相投嘅，系咪先？我有冇讲错啊？就算而家你就算讲嘅任何一个嘅言情小说啦、爱情小说，系咪都系讲紧呢样嘢？就系佢哋由朋友开始先，系咪？冇得拗嘅。如果呢样鉴出去拗，根本就冇得讲啦，已经吓，即系直情唔使，因为嗰啲人根本连直情连生命系乜嘢都唔知，佢甚至可能有机会啲人自己系男定女都未知啊，即系低能度。因为而家我讲紧嘅呢个系个事实，但系咧，只不过我哋唔敢去 acknowledge 我而家讲紧呢句说话。就是男同女其实是做不到朋友的，因为呢很多时候最尾都会演变了变成婚外情或者一些不道德的行为，而那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？是那个的结局，当然那个结局不是神的心意，但这个考验其实是神给你的，因为神创造你是男的话，创造那个是女的话，那其实就已经这个考验是预定了，由14岁之后呢就会加诸在他们的身上，然后为了什么呢？就好像等于为了亚伯拉罕会在接近120岁的时候献他的仔做燔祭，神是在他100岁之后加诸个仔给他，明白吗？即是换句话说，加诸个仔给他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如果你看神是预知未来的话，亦预知将来的亚伯拉罕预表了关于神会献主耶稣基督，一样在摩押山，即是我们所讲的圣殿山那里，一样地献他的独生子的话，神是很绝对是有计划地为了亚伯拉罕将来要献这个以撒，他赐个仔给他。所以变成现在我们应该看回个信仰，同埋我们的神去创造我们的生命，授予这个生命在我们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授予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会对异性是很大需要的，有一段时间并且是很大吸引。好了，但是问题呢，那段时间一开始之后呢，记住是永远不会停了，直至入棺材。 OK，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多咁多祖父辈嘅牧师犯奸淫啊！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，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近女，倒好。倾我心，情献为神，一生傲憾，倾真言。常警醒献奉每刻每分，从不变更，全意竭力跟随仆人，永带着爱意温暖，立志要显出爱心，发光佢黑暗。求你察验我心，我愿献热诚万分，让我见证你天国，这使命系我心，诚意献奉赤心，甘决定全抛开世间牵引，努力为神彰显美德，每天敢拼奋。